弟兄姊妹，心灵寄语今日的主题就是神最大工作先作在我们心中。神好爱我们，亦都要大用我们，祂好渴望作工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与神独处的时光实在太宝贵，历代荣耀的人，例如以利亚、大卫、司祭约翰、保罗，都有自己长时间与神独处的时光，有丰满的领受，亦都有亮光。实在没什么比享受主和祂的爱，以及去爱祂更加宝贵。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限，愿我们都好好珍贵每一日与神独处的时间。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去西藏传道的，就是弟兄他来的，他觉得是经历神的人来的。我就记得他帮我讲这么长的话，神最大的工作就是做在我的心中。那我觉得呢，今天一神做大的工，他都是先在你心中做工先。所以现在在香港和世界，主要他做什么大工，他用你更大，一定是在心中做更大的工作先得。而且这个今天是他所最要的，因为他太过爱你，个人的爱。神心意是这么荣耀，这么美丽，是这么广阔和永恒一路去，影响到很厉害，不会止息的，他国都没有穷尽。但是呢，最核心的呢，都是你的心，你的心灵。我们一个个呢，是帮他们最埋最爱他。在他生命中呢，这个才是他最要的内涵的。而在这个的这样的心灵里面呢，你自己呢，同埋这样的弟兄姊妹呢，就会果效发出去。一生功效从心发出。就有一个比他的爱，比他自己最影响的心，最爱返他的心。一个心灵发出嚟，影响你住喺香港啦，影响香港同世界。而就算我喺香港做嘅事啦，唔系单影响香港噶，因为佢有连锁关系影响世界噶。而家救嗰人，你唔知道将来神用佢点嘅都。但我要注意啦，你唔好睇小自己。我每个喺神心中都系最高噶。嗱，所以雅各书都话咧，就算以利亚嗰啲旧中嗰啲特别啊。啊！即系唔经我死啊，就火车火马接佢。头先变象生嘅时候咧，都显现。但系偶斯讲咩？佢系帮我哋一样嘅人啊。咁啊，点解佢唔同咧？我相信佢系真系好单独，帮神单独系，亦都有啲逼迫啊。当时佢系喺埋啲呢个唔可以人嘅地方，一佢都会被逼迫噶嘛。佢根本就是帮神单独相当时间，帮神有一个个人关系。咁今日咪叫佢离群啦。但如果你唔能够帮主有个人呢、这个深入嘅关系啦，人世嘅关系啦，你实际上咧，你喺人群中帮助有限嘅，就反而会俾翻人群中嘅，或者咧影响翻你嘅心都唔奇。谂大卫佢合神心意咧，佢佢实际上咧，虽然时有福过，做啲当时比较卑贱啲噶，就是看羊，但佢系孤单啦。咁孤单就单独咯，佢就看羊，有狮子恐人嚟都系佢要去帮我打。我想佢打嘅时候都俾主下救我，系帮助我等等啦。有咩都系佢帮主面对，冇人倾偈。嗱，保罗佢将显现咁荣耀，就见到哇，将佢显现啦，俾一头云亮。但佢都要去阿拉伯啊，专心亲近神嚟领受。主要先锋约翰啦，佢都一路喺旷野到卅岁，然后咧就神嘅话临到佢，揽佢出嚟。主未必叫你系咁样，咁可能主叫你都唔定啊。咁样呢啲系你帮主嘅事。咁但系咧，我哋都好似主咁啊，主佢都去到旷野里边啊，或者到山上啊。当时冇而家香港咁密集喎，当时边有咁多人啊，空气都应该好多，
同埋咧，應該都空曠地方多啲啊，但係仲係要去曠野度，同埋去山上，仲係寧靜。即係睇到呢個需要係真噶，又好大。如果你想即係幫神嘅關係加深咧，亦都係主講得好清楚，佢話咧誒進入內室，同埋咧父喺暗中察看，係必然報答你喎，係咪好好咧？喺希伯來書嗰度都有講啦，佢賞賜求佢嘅人。嗱咁而家你專登揾個地方嚟好啲約會啦，嗱呢個心已經佢好歡喜啦。你咁做乜咧？你就想佢有幫佢個情愛有個咧深入嘅，更加有交情嘅深嘅約會地點。佢已經好歡喜，佢知道你嘅心嘅已經。就係阿爸，佢邊度賞賜佢係咪好咧？去來室，你睇《何西亞書》第二章啊，去曠野幫講話，佢係好歡喜一定。你就去揾啲好地方。你多啲咁樣，我真係我好難生活啦。如果我唔能夠幫主單獨咧，會損失太大。咁事實上咧，就係我諗主要恩典嚟㗎。呢個唔係我咩，反而我覺得就係從初信咁吸引我啦，就經歷佢咁深，呢個係佢好大恩典。咁我特點咧，可以講，我就領受得多，聽得多。啊，因為邊有咁多嘢出嚟啦？咁我講下佢俾我分辨嘅心靈啦。咁呢個都係佢要開眼，乜嘢有佢嘅作為先得噶嘛？咁使我知道歷代有邊啲係錯嘅，只要錯唔知道等啱喎。有啲有祈禱到應該成個白字都有嗰啲，咁佢又要開眼睛先至啱。咁呢啲咧就心嘅歷程啦，同埋真嘅歷程啦，真係佢係活生生嘅真噶，因為冇可能。你試過我根本太少專登坐喺度咁樣寫首歌咁樣，諗嗰啲就有領受，有啲亮光。咁我寶貴想留低佢啊，咁用詩歌留低係好啊。你淨係睇下我寫咁多關注外歌，你都知道我諗到主要外有幾多噶啦。嗱，你唔會講悶喎，你俾吸引喎。嗱，我覺得太好啊，我覺得我做缺得太多。咁我喺世上算啦嘛，即係人當你就一個普通人啫。哇，一生已經超過60年啦，生係咁樣幫你相交。是他好渴想啊，即是我不够听话啫，咁讲，或者不够乖，如果我更好的我听人知仲未够。咁但就算你咁多年啊，真的是新鲜的，不是只是之前经历他，真是咁帮一个人，帮我有呢种情爱的经历，我有得感谢呢件事，好宝贵哦。他真是我的良人嚟，良人即属我，我属于他，已经成60年了。大约佢想帮你有好深入嘅嘢，同埋佢可能比你嘅嘢仲劲都而家唔知噶嘛。我帮你一样啊嘛，大家就只有限啦。你唔好以为你年轻就多日子嗱，譬如住翻嚟嘅时候唔一样咁多，你唔好错觉你咁年轻就一定系喺地上耐啲噶。我绝对觉得一生都冇嘢宝贵，觉得爱佢。当然佢爱最宝贵啦，唔使问啦。佢系咁爱我，你叫佢唔系咁爱你都唔得。个焦点就系话你点样享受佢爱同埋咧爱翻佢啊！我觉得绝对最大最大嘅幸福，最大最宝贵咗嘅就系爱翻佢，太厉害啦！耶和华嘅烈焰，咁紧要就系我爱翻佢。嗱，咁我爱翻佢一定要享受到佢同埋咧佢个爱先得。我绝对知道，完全冇更加宝贵嘅系一生嚟讲，就只系爱佢系最宝贵。你叫主人，我相信都一样嘅啫，你一定觉得。你爱佢，咁要爱佢为佢受嘅苦咧，就梗系太宝贵啦，系珍宝嚟啊！咁就算你唔系受苦啦，有时咧嗰啲都好厉害嗱，你冇咩特别嘅刺激，佢好平凡嘅，而家真真正爱佢，其他一切有乜价值咧？你系因为爱佢嘅嘢会出嗰啲嘢，帮到人啊等等，系有价值。但喺你嚟讲咧，你根本就系你有个爱，又再发泄出啫嘛。心交昼夜，你在求门等待，肝胆相照，爱的交流是你我的喜乐满足。
主啊，我要寻求你面，逗留在你永面光中，你令我灵融在一起，准向合一。